哟，大家好，我是 TTF Guy。So 最近来了一个 apps 叫做Clubhouse， 就是一个新的 social media apps 啊，就是基本上简单来讲，它就是好像一个 radio 这样子，你进去里面，你可以开一个 room， 然后 invite 你的 friend 进来先咖喱啊，或者是你去人家的任何一些 room， 然后听人家先咖喱这样。So 简单一点来讲，就是我们以前听 radio 那广播员啊，或者你可以 become 一个DJ FM DJ 那边哒啦啦声咖喱这样子一个 apps， OK， so 当然也有人问我，诶，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 focus 我的东西在我的，如果我是做生意，我是不是应该 focus 跟 invest 在这个 clubhouse 这边？所以基本上我是花了一个两个小时去看这 clubhouse 的东西，我也决定了我不打算花我任何一分的时间在里面，原因很简单啊，我让你们知道一样东西。今天呢会跟你讲 online 有什么东西，你就赶赶进去，赶赶进去，也就是所谓他们讲的 content syndication， 就是到哪里一个 platform 都有你的内容这样子。OK， 我了解这个东西可能是很好，但每一次我们做东西，我们要讲实际一点，实际一点的东西就是什么？今天你只有24个小时 ，OK， 你只有24个小时，那个是你的资源 ，OK， 你的本钱啊。所以基本上你要花讲花你这个24个小时呢，我知道有很多人会花时间在哇 Clubhouse 啊，又花时间在 Facebook， 又花时间在 YouTube， 又花时间在 Twitter 啊 Instagram。 So 你花来花去这样多 content syndication， 你要知道有些那些人他可以花在这样多 content syndication， 是因为他可能有一些人帮他在做。So 赌你呢，你有没有这个人手帮你分担你的时间跟你的那个努力进去？如果你没有，你是一个人 one man show 的话，或者你的团队还不够大的话，我宁愿你 focus 就那几个平台就好，就是 YouTube 啊 Facebook 啊这样子啊，或者 IG 这样就更好。OK， 你的24个小时就不会浪费，而不要像那些癫佬这样子什么懒得进去， OK， 什么懒得要做。 OK， 说赌我的话我不想要去，原因也是我的一个看法就很简单，今生今世我不会再去疯狂的追求平台。 OK， 就好像现在很多人讲哇，这个新的这个是trending，我们又要进去追求那个平台，追求那个平台。所以今天如果你在做着 online， 用着 online 做你的生意，你还是一个这样子的思想，基本上我会觉得你有点失败了。失败在哪里？你追平台。所以为什么没有想过你在一个平台里面立住，把那个平台变成你的舞台？当这平台变成你的舞台的时候，是流量啊，为了看你而来这个地方，而不是你去追流量，你要让流量来追你，你们明白吗？ OK， 不是天天追平台，把你要 focus 的你的24个小时，你的24个小时，一天的24个小时，好好的 focus 在你要的平台，然后再把那个平台变成你的舞台，这样子就是流量追你的舞台，而不是你去追平台的，明白吗？ So 赌我的话，我不要被我的时间在这 clubhouse 上，因为真的是你连你的 Facebook 跟 YouTube 都 focus 不好的话，丢你 focus 这样都干了咩？加上啊，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很不知道，就是网际网络有三种 audience， 就是第一种 audience 我们叫 audio， 就是听觉的，就是 clubhouse 就是 belongs to 听觉的 audience， OK？ So 第二种 audience 就是 reading， 就是很喜欢读 article 的这种 audience。 So 第三个 audience 是什么？就是 watching， 就是很喜欢视觉感跟听觉感都一起来的。So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你知道 watching 的 audience 在 internet 是占据了 70% 吗？ So 其余的那个 30% 就是分别为 audio 跟所谓的 reading。 而且我可以跟你们讲一样东西，所谓的 30% 里面有整 17-18% 是 belongs to reading 的那个 audience。 So 接下来的只是 audio 的那个 reading。所以你们觉得 Clubhouse 这个东西真的能够改变历史，把这个 audio 的 audience boom 上来？ Think about it。 其实讲真的， before Clubhouse 有很多这样子的 apps 都是这样子的 audio 的 audience。 OK， 为什么这 Clubhouse 会点上来呢？也简单一点，也就是 Elon Musk 这个，每个人都觉得他是一个首富的这个家伙吹了一个水在 internet， 所以每个人就以为他是爆了一个 app 就冲下去。把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其实 Elon Musk 私底下是赚了一笔，你们不懂，你们 OK 啊，那个你们继续 set 啦。所以我想跟你们讲的东西就是，不要什么鬼都去 invest， OK， 不要追平台， OK， 不要追平台，好好 focus 一两个平台，把那个平台变成你的舞台， traffic 追你，不是你追平台， OK。 So see you， bye。我是 TM Guy。